我是中坡黎，我姓李。好，李先生，请说。现在还在打官司，要盖房子，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。哦，先把那个草皮啊，全部围墙统统拆掉，先把草皮种下去。那六栋旧的房子，先给它拉皮，图书馆赶快给它搬进去。就这样，那其他你要有什么社会福利设施，六栋房子还可以用，不用花很多钱，不用再盖大楼。等一下，这个我们三位提问以后，就请那个局处回答哈。那比如说你是在富德平宅六栋，都要给他铲平嘛，是不是？不用啊，就是先。你那六栋你留着用吗？没有，现在已经铲平两栋了。没有，现在还留六栋。四栋吧，四栋。六栋。那两栋还只是残值拿掉而已，窗户弄掉而已。就是六栋。旧房子留着用。是。不要，你现在马上可以用了。你打官司不晓得要打到什么时候。你一直讲了那么多年了，还没有动工。先把那个公园留给市民用，老百姓用。哎，现在赶快做，不要再哈、哦。赞成。好，那第三位乡亲，我们三位以后就请。